洛江镇公所为17号开始发放111年度五二节敬老礼金，只要涉及伫咧洛江满65岁以上的长者，都能领到500块礼金，拢总有13000多位长辈会当领到这份礼金。开始发放礼金的头一天，镇长特别前往各发放点，祝福长辈五二节快乐。洛江五二节敬老礼金发放头一天，镇长是特别陪同大邱里长、甲罗丁里长做伙来发送，希望公所一点啊小小心意，提早来祝福每一位长辈五二节快乐。这端午的这敬礼金吼，哎，哦，啊，这长寿宴吼，互你端午加些愉快吼，啊，甲你讲个，甲你祝福，祝寿，哎，哎，哎。洛江镇公所逐年的五二节，拢会发放敬老礼金，予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。今年拢总有13000多名长辈受惠，每一个人500块的红包甲当寿面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发送的方式由里长家己决定，有的是定点发送，有的是由里长亲自送到厝内。镇公所吼，开始吼，从今天开始发放吼，端午的一个敬老金。会当讲吼，咱这次所发放吼，有13773位。诶，即个安尼敬老金吼，要发放吼，咱洛江的情况在中介。那由于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那由个人吼自己吼来做一个筹措，啊，有的是用定点式的吼来发放，啊，有的是吼是安尼逐一吼到府上来做一些发放。啊，因为疫情吼升温的一个情形，所以每日诶发放情形不一样。啊，乃当讲中介无法当吼来领取这个敬老金，也可以跟我们里长还是我们李干事来做一个联系，也当讲吼这个敬老金怎么吼能够送到我们这些中介诶这些手头。那由于咱公所伫端午节，咱嘛规划赴港四季红的一个活动，因为咱嘛爱顾着防疫，啊嘛得爱顾着咱洛江观光的这个经济。对公所发放敬老礼金，李长是非常的肯定，感谢公所对长辈照顾。真好啊！啊，端午节他袂冷啦。这边公所发这个500块，一点啊答，一点啊心意啊无多啊，但是哦，大家拢摕到足欢喜啊。阮搁加一个迄落祝寿的面线吼，啊要大家祝寿，啊祝大家身体健康。一年一度的这个肉粽节，啊，咱的镇长真用心，啊，希望讲会当。各户各户安尼送我到，另外今仔日咱的镇长嘛陪同，伫这个老街，伫咧发财这个肉粽的礼金，吼、哦、啊，足好个。这个镇长亲民爱民，这个好镇长嘛，希望讲大家这款好个镇长爱甲支持，予伊搁再来为咱大家服务。五二节即要到咯，洛江镇公所除了发放五二节敬老礼金，祝长者五二节快乐以外，公所嘛伫个五二节期间，规划了洛江四季红、写闹端阳的系列活动，希望伫个大家努力进行防疫的工作之下，也可以当兼顾洛江的观光经济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洛江采访报道。